原标题还没有第二次金特会或于二月在越南举行。Show player beat 10,669, 9,379 with 500 height 375. Not totally false. Not anfortunately. 5 false. 特朗普，我和金正恩相爱了。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提议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举行的时间和地点。13日，韩国多家媒体报道称，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向朝鲜提议于2月第三周在越南举行第二次金特会。报道称，去年年底特朗普曾给金正恩发去圣诞贺卡，随后金正恩也给特朗普写了亲笔信，而特朗普也回了信。媒体分析称，特朗普可能是在此过程中向金正恩提出第二次金特会相关建议的。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13日也报道了同样的消息。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韩国政府一位高层曾对记者表示，第二次金特会可能在2月第二周3日至9日举行。韩国经商新闻13日评论称，虽然第二次金特会举行在望，但目前多数分析预测，朝美领导人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大笔交易的可能性较低，双方有望促成小笔交易，包括中短和运载运输工具洲际及带道导弹的生产，以此换来重启开城工业园等韩朝经济合作项目等。金惠珍。